这些奇异的造型来自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崇拜。在敦煌壁画中，除了对佛国世界世俗生活的描绘，也充满着古人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力与创造力是敦煌文化遗留给我们的另一个宝藏。在对历史致敬的同时，我们也将古人的创造力沿袭到今天，积累了十个朝代，沉睡了千年的宝藏，在今人的手中被逐渐唤醒，他们身上延续着历史的基因，也流淌着今人创新探索的血脉。让时光另一端的繁荣走下墙壁，让往昔的辉煌盛景再现于今朝。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描绘着数千件的乐器，它们大多已经失传于世。寺院的把这些壁画里头的乐器，把它变成一些食物。这场试验持续了30多年，在研发团队不懈的探索之下，一件又一件的乐器从壁画上走了下来。这件乐器叫雷公鼓，它是此次敦煌壁画乐器仿制作品中体积最为庞大、延展最为丰富的一件作品。敦煌壁画乐器中，打击类乐器数量要占到将近一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鼓类乐器。从西魏时期的天宫伎乐，至元代壁画中的飞天伎乐，各种造型的鼓历时1000多年从未间断，千姿百态的鼓与舞蹈搭配，创造出壁画中丰富的乐舞场景。除了用于庙堂祭祀和宫廷乐舞，雄壮欢腾的鼓声也一直在民间流传，把节日的喜庆印刻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放假了，就所有的家务事全弄出来唱大戏。我们这本身有剧团，有那河北高民团，就天天看着人家，哎，这好，人家走了以后咣咣咣打打，来看看，特别是那锣鼓家伙一响，热闹。很多年后，把做鼓视为终身事业的张维明，回想起自己与鼓的缘分时，才发现源头在那里。我接触这个弄已经是16个年头了，
一开始是郑老师，他在北京嘛，北京国际乐器博览会找我，给我拿了乐器，我看，哎呦嚯，挺新奇啊，干那么多年乐器没见过。它并不是传统的那个工业化的产品这么简单。对于张维明来说，这不是一批普通的订单，打上了敦煌的名字，他们每一件都轻慢不得。在文献记载当中呢，就是鼓它代表的是春风之音，那么这个鼓从最早就是可以说从人类原始社会开始，这个鼓这件乐器就诞生了。它的制作相对来说要比这些拉弦乐器啊什么简单一点，这个我们可以在敦煌文献中全部这个查阅到这些相关的记载吧。虽说鼓与其他乐器相比结构更加简单一些，但其制作工艺却相当复杂精细，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规范。为此，张维明请来了厂子里最有经验的师傅，按照传统工艺手法制作了壁画中常见的鼓。敦煌壁画里面这个鼓类乐器又是很丰富的，它是有各种各样不同形制的鼓，比方说这个腰鼓、达腊鼓，它是一个鼓面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拍击的这样的一个鼓，比如说像鸡楼鼓、陶鼓这一类。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很神奇的鼓，就是我们现在称为这个十二音雷公鼓。这个形象在敦煌莫高窟第249、285等多个洞窟的壁画中有所描绘。与壁画中出现的其他乐器相比，这件雷公鼓是画工所描绘的最为写意与抽象的乐器图案。这种鼓的话，就是我们研究院的一种发明。因为我根据敦煌壁画里就是雷公击鼓，画一个雷公画一圈鼓，根据这个图像我把它发展成了一圈的鼓。这个鼓我现在还正在研究，我想把它做成一种中国定音鼓，让它能打旋律。这件乐器与其说是参考了敦煌壁画中的图案，不如说是古人的想象力给予了当今乐器设计者以灵感。郑汝中参照现今流行的排骨，设计了一种放置在大圆环上的并且大小不同的十四面鼓。每个鼓的皮膜上置以金属压圈，采取倾斜侧放的造型，可以定出音调，击出旋律，实质上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民族定音排鼓。在设计者的想象力与创新力的背后，堆积着的是一次次的探索，一遍一遍的试验，敦煌文化中牺牲与奉献的精神似乎也灌注到了每一件仿制乐器的身上。包括就是做了不成熟就烧火的，完事烤木材的时候就直接化掉了，就有的时候弄得挺好，觉得反正哎挺满足，很好。郑老师一看元素不对，文化元素不对，那就没用。有的那个行，文化元素也对行了，这你不是乐器打不了啊，它太大了，人的胳膊活动是有范围的，你超出范围他打不了，他演奏不了，那也是废品。不是古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加上今人的创新与探索，
最终成就了这件壮观的雷公鼓。唐代石窟壁画上所出现的乐器有400余件，音乐文化的繁盛可见一斑。然而在多种打击乐器中，却不见金石之声的代表编钟、编磬。打击类乐器中有序列音律的只有一种被称为方响的乐器。方是对其音片形状的描述，响则指它是可做发声体的响器。方响，中国古代边弦类的打击乐器，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从敦煌开始画窟的那个年代，中国的民族乐器基本上成熟了，它再不是我们过去先秦那个时期的笨重的编钟和帝王将相用的那套乐器了，它是把民间的音乐进入了宫廷，在社会广为流传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敦煌乐器很典型的是俗乐进入了宫廷和社会。曲尽连敲三四下，恐惊珠泪落金盘。这是古人对于方响的形容。这种音色介于钟与磬之间的乐器，方响，在盛唐时期取代了钟磬。相对于编钟和编磬来说，它的体积要小，它的重量要轻，所以它更利于这个，就是它更利于活动。所以呢，它从音色上来说，它在整个乐队里面是可以起一个代替钟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在记载中呢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敲击宫商无不便。那么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方响这件乐器也是十二律齐备的乐器。也就是说，在古代，方响已经可以敲击出半音，可以发出类似于今天钢琴的音阶。古代方响的体积较小，类似后世的云锣，在此次仿制中有意地按比例放大，制成多排大型金属板块，类似古时的边磬。但最大的突破还是在于方响的材质。为了寻求完美的发音效果，经调查试验，最后一改古时铁制，此次仿制的方响全部由铝合金制成。为了这个方响的研究，我打了一个报告，文物局批准了，我把故宫的大库打开了，我看了乾隆的方响。乾隆的方响做的很简单，一边八块铁的，根本没有什么声音，就是说清代的音乐已经非常没落了。曲尽连敲三四下，恐惊珠泪落金盘的声音，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停留在过去。但在今人的探索与不断尝试之下，那种若隐若即的天音穿过时光，再次传到人们的耳畔。
这种乐器仅有两根琴弦，却占据了中国民族乐器的半壁江山。胡琴，中国弓弦乐器的专称，在中国已有千余年的传承历史，但与吹、弹、打三类乐器相比，其历史是最短的。我去敦煌参观的时候也了解到它的飞天舞啊、反弹琵琶这种，但去的很小心的去观察过，好像没有查到二胡。这个乐器在敦煌石窟里面，它只有五幅图像。那么这五幅图像不在莫高窟，在榆林窟和东迁佛洞，基本上都是西夏时期。如果再具体的话，应该是在西夏晚期。那么正因为是有了这件乐器，敦煌石窟壁画的乐器里面才有拉弦乐器这一个门类。如果没有这个乐器，那么敦煌石窟里面就只剩下吹、弹、打这三大类。我们在西夏的这个杂志这个文献的这个音乐部当中发现它有这个祭琴这件乐器，它跟这个琵琶，比方说箜篌、篦笠，跟这些乐器呢它并列写在了一起，所以我们确定祭琴这个称呼在西夏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把敦煌石窟壁画上面的这类乐器呢通称为祭琴。作为二胡来讲呢，它就是等于最接近人声的这个一件乐器。但你觉得想表达一点这个心里头比较悲伤哀怨的时候，哎，他那种音色的那种缠绵和断续呢，也很好的能表达你当时的那种心境。你在拉到非常愉快的时候呢，你可能是新版的这个跳动啊，和你这个心理的状态，它一下子就显得很向上。它在歌唱性啊，在它的这个表达优美啊，表达这种缠绵这种情感上，可能比别的乐器更占优势。得益于明清时期戏曲音乐的兴起，胡琴开始成为多种戏曲剧种的伴奏乐器，但依附于戏曲、处于伴奏地位的生存现实，让这种乐器始终备受歧视。这个二胡真正的发展，应该说是要在100年以前的刘天华的这个推动下，才有了今天的这种现状。20世纪30年代，在刘天华推动的民乐革新的力量之下，二胡逐渐展露出它自身的魅力，成为了一个可以伴奏也可以独奏的乐器。20世纪70年代，在现代二胡的演绎之下，《二泉映月》这首曲子令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潸然泪下。这件乐器将两根弦的音色发挥到极致。从西夏至今，千年的二胡经历了没落与兴盛，如今设计者将它在壁画中最初的造型沿用到此次敦煌仿制乐器中。
这个造型其实就是最早从刘天华那个年代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以圆为主的，包括阿炳50年代去挖掘他的时候，他们那个时期的乐器基本上也是以这个为主。后来改成那个六角那种，应该就是在50、60年代。今天来了也是第一次看见那么一个形，这个形状呢给我的一种第一个印象感觉就是，它有一些可能象征性的寓意。将时下二胡常规的六角形的共鸣箱制造成前宽后窄的圆筒状，将琴头设计为卷曲状。出于对历史的致敬，对乐器本身的致敬，此次的仿制设计也为这件早已成熟完美的乐器带来又一次新的尝试与探索。昆山玉髓凤凰调，芙蓉提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23弦动紫花。他飞华夏之旧期，在诗歌里记载，一调一音天赐予。他弹到低音的时候，像仙鹤游迷宫；弹到高音的时候，像燕子喃喃向人语。这种乐器在隋唐时期敦煌壁画中出现的数量仅次于琵琶，它曾盛极一时，却终究被历史淹没。与琵琶一样，它的名字，它的声音，也曾被历代文人学士一次次的歌咏与赞美。箜篌，实际上竖箜篌就是西方的古竖琴一种，但是在千年的流传中它被中国化了，所以它在雕龙画凤和那些演奏的曲目和一些个造型和自己的东西就成为了中国的民族乐器。这个敦煌壁画上面的这个竖箜篌的这个部件呢，其实它勾画的还是比较清晰的，有这个流线型的，这个是这个乐器的共鸣箱。那么下面这个是横轴，横轴就是主要是来托这个琴弦的。另外一个部件呢，就是琴弦，它一般都是由这三部分组成。这件乐器在古代有很多浪漫的故事与记载。唐明皇，他做梦游月宫，写了一个《月儿高》这个曲子。就霓裳，他让这个杨贵妃找弹箜篌的人演奏和伴舞，所以这个有很多画里都是，敦煌画里也有，这边舞蹈那边在弹箜篌。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有的时候会和别的乐器合作，所以还有大唐的乐队里头有箜篌。竖箜篌这件乐器呢，一般是在靠后的位置，那么这个可能跟这个现实音乐的这个情况是一致的。那么在现实音乐当中呢，它除了承担一部分旋律演奏的任务之外呢，它可能更多的是提供一些色彩性的这样的音色。色彩呢，是它不是主旋律的乐队，它增加了它的，比如说流水来了，它就有一个很美的琶音在衬托。
而当年为什么要失传呢？因为不许宫厅的演奏箜篌的演奏大师到外头去教别人。早晨明月楼，晚上鸳鸯殿，宫女呢都偷偷不许听，都得隔着帘子偷偷听。因为这个，所以他一定受到了限制。慢慢这些很棒的演奏家过世了，所以他们的谱子，所有的乐器也都没有再留下来。在绝响了几百年之后，这件乐器迎来了它的复苏。20世纪80年代，旅日乐器的制作家刘鸿钧先生将日本正仓院的唐传箜篌复原出来，而箜篌真正涅槃重生却发生在1930年的中国上海。当时的一批老艺术家开始去创新这件乐器来讲，我觉得定位是非常站的位置是非常高的。当时中西方文化交融很密切，西方的抒情肯定也传到中国来了，但是已经见过这种东西了。这时候中国的民乐大师他们是想制作一种新的乐器，想功能更强大，音色更好，更完美的一种乐器。看着像竖琴，但是它到音箱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借鉴了钢琴的结构。你看它这个音箱板，拱形的音箱板，其实和钢琴的那个拱形音箱板相似。当时是最厉害的两样乐器，钢琴、竖琴，它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然后呢，上面这个琴码，琴码其实是像中国的古筝的，它是双排琴弦。双排弦的时候，你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很难发现任何一个乐器它都有两个同音啊，两个同音也就是它有两个中音刀，两个中音锐。那这样的话就会致使这个乐器在你去拨弹去演奏的时候，哎，你觉得好像像一个环绕立体声。主体结构看起来是更像竖琴的，可是当时命名的时候为什么不叫一个什么东方竖琴之类的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的民乐人就有一种民族自豪感。这件新生的乐器自诞生之初，体内便交融着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精髓，它背负着一代中国音乐人的梦想。虽然在形制上与古代箜篌有着天壤之别，但它体内却延续着前一代的灵魂。几十年的岁月中，这件在革新中问世的乐器一直在被后人完善更新。对，这个就很好，就是这个，就是我特别就是欣赏这次所有的比例其实都能看出来，这个线条，这么一点的这种比例的感觉，然后这个旁边就感觉不满。我们在去年然后与敦煌研究院与郑汝中先生进行了一次非常大胆的一次合作，我们选择出来了15件敦煌的壁画的乐器，然后进行复原。当时郑先生呢，他是拿出来了一尊铜像。当时郑老师提出来了一个想法，侍女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以及她的整个的一个线条，然后做成现代箜篌的立柱的部分。整个和琴体连接的这样的一个 S 处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它有点像这个飞天的这样的一个群聚，它有一种动态的一种感觉。然后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底座来去和这样的一尊铜像去结合然后能够更加的生动。这些个其实它可能仅仅是一个外观上的。一件乐器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它的音质，以及在演奏功能方面的完善性。就现代箜篌而言，它比其他乐器在演奏表达方面更加丰富的原因，就是在于加入了转调的功能。这个很沉，
就这样的一个机械装置，它里面有1000多个零件，啊，然后全部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给它组装起来的。这个应该可以说是箜篌的最机密的或最具有知识产权的啊。如果就是它不能转掉的话，其实它可能它仅仅就是说，像古筝一样。作为一个有着几十根弦的乐器，转调功能的实现需要一个很精密复杂的机械体系的支撑。现代音乐理论叫做12平均律，它一个音区是有12个音的，可是现在这个7个音它还差了5个。它的转调的功能呢，就是我拨动的转调的机关以后，它会让这个琴弦，它从中间给它一个机械给它顶住，它这个琴弦相当于短了一截。嗯，你注意这根琴，红色的琴弦短了一截以后，它的发音会变，它会变成比之前的音高半个音。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所有的琴弦都这样一转调能高半个音，这剩下的5个音它就能发出来了，这是转调。2004年，陶瑞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博士毕业之后，便参与到了箜篌的改良设计工作中。转调盘它压弦压的有足够的深度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是扎实的。我给工程师要求，我说我只要半度，你比半度多0.1都不行。它这些孔到底要放在什么位置，然后这个上面到底要用多大号的转调盘，它转轴总共有36根，每一根从这个孔里伸出来，它这个孔和轴之间的间隙要合适，要控制到微米级。有时候就觉得看到这一个又一个的乐器制作坏了，然后又重新再做，然后包括他们一次一次的更迭，有时候看到他们进入仓库了，这一批乐器他们都像烈士一样。经过1年多的试制与研发，15件箜篌制作完成。其中7件是现代箜篌，里面运用了多项与转调相关的专利技术。这里面造型最为惊艳、声音最为华丽的侍女箜篌被命名为飞天之灵。敦煌壁画中有大量的乐舞场景，从乐队编制来看，吹、拉、弹、打各类乐器齐备，这似乎是交响乐的雏形。咱们中国人最早接触的都是西洋的这个交响乐团，然后民族管弦乐团都是咱们建国以后才成立的。在我们唐朝的时候，李隆基他那个宫廷乐队也有100人的这个演奏员。如果从这个年代来推的话，可能我们敦煌壁画上的这些乐队要远远比西方的这些乐队要早很多。为了能再现敦煌壁画中的音乐盛景，此次仿制乐器的种类也有意识地按照古代乐队的配置来设计。
曲项琵琶。阮咸。祝箜篌。腰鼓。拍板。在乐队里面起的是指挥和节乐的这个作用。推广乐器组。这些乐器呢，基本上就是两两组合或者是全部出现，用这种方式呢呈现在这个敦煌石窟壁画的乐队当中。那么在中间呢，我们选取了一件曲项四弦琵琶，通过用这件乐器来指代我们敦煌壁画里面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舞姿反弹琵琶。当这些乐器聚拢在一起的时候，壁画中的乐队似乎重现在人们眼前。鼓有点粗，大，大大大，这个没出来。就是像你们这个新疆的节奏再出来一点，大，大再活泛一点，再停一下，大，活泛一些，再活一些，好吧？2018年9月，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文化博览会即将开幕，第四批敦煌壁画仿制研发乐器迎来了首次公开亮相，有100余件乐器从各地齐聚敦煌。年事已高的郑汝中亲自前往参与布展工作。琵琶、筝、篦笠、胡琴、鼓、箜篌，在演奏者的手中，这些乐器一件件被奏响，声声旋律穿越时光。这些乐器将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注入新生的活力，同时设计者们更想把中国历史上灿烂庞大的音乐文化展现给世人。它实在是一个太浩瀚的一个宝典，所以我也是很愿意，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些可能性，我们包括专业团部乐团可以跟郑先生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演奏的团队，那么同时我们也有创作的团队。好，我们先排那个水鼓子，哇，先排水鼓子啊。这次当地作品也是沿用的，我们说是，陈应士老师翻译的这样的一个古谱，所以这些乐器的沿用会给我们这场音乐会这里面的其中两首作品会，增色不少。希望通过这场我们上海音乐学院赴维也纳的这场新年音乐会啊，使得当地的欧洲的观众能够对
我们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它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些乐器对我们演奏敦煌乐谱呢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帮助作用。利用敦煌研究院的权威性的研究成果来为我们进一步开发我们的音乐文化的呈现提供依据。那么我们在敦煌壁画的音乐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整个中国音乐和外国音乐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我们自己的音乐史的研究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觉得只要有探索，我们的所有的音乐它都是有价值的。敦煌在音乐这一领域研究理论和实践这一块它整个综合起来的整个的这个发展它是相辅相成的，就这个方面在实践方面我认为空间还很大。当这些乐器准备赴奥地利维也纳做首次国际演出的时候，远在敦煌的郑汝中心中也有一个梦想，招揽世界各国的音乐家上我们这儿来演出，就像朝圣一样，能到敦煌演出一次是音乐家的终身的荣耀。这个梦想也是一代代敦煌音乐文化研究者心中的憧憬。2019年1月，来自敦煌的声音响彻在维也纳市政大厅的礼堂中。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那场跨越千年、精彩美妙的音乐盛宴，穿越了时间与空间，来到了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几千千米之外，敦煌，这座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艺术文化宝库，在今人不断的发掘与探索中，将会有更多惊艳的艺术之花绽放于世界。